德国百年行李箱品牌 Rimowa 全新专门店在澳门新豪影汇隆重揭幕了。 Rimowa 的品牌一直深受明星和时尚达人们的喜爱，要知道当中的原因，还是请我们的 Rimowa 亚洲区总经理杨先生来介绍一下咯。其实我知道你们的品牌非常多明星很喜欢的，那其实品牌特色在哪里呢？特殊是它是一个魔术的造型，不过也是很经典的造型，所以这个就好像 timeless， 就好像没时间性的东西。它配到什么服装什么那些包包都是很配合的。其实呢，很多人觉得我们 的那个箱子为什么有那个凹凸 的造型，其实是有一个起源的。所以 F13 呢是1919年是那个 Junker 他发明的这个支架飞机，是全金属的飞机，而且它的那个飞机的机身呢是有凹凸的铝片，那个铝片呢也是我们在1950年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凹凸的